好，我们今天从第九章的第六节开始介绍传输线参数。我们知道，当我们所用的频率为定值的时候，传输线的电力性质完全决定于四个散布参数，就是 R、L、G、C。R 就是单位长度的电阻 ，L 就是单位长度的电感 ，G 呢是单位长度的电导 ，C 是单位长度的电容。啊，平行板传输线的参数，我们已经在第三节计算过。那么这一节呢，我们要计算二线传输线与同轴传输线的参数。好，要计算这些参数啊，我们有一个前提，就是传输线的电传导系数 sigma 是非常高。啊，使得在计算长波传播常数的时候，电阻的串联效应可以忽略不计。啊，那这一点呢，意含着传输线上传播的波近乎是 TEM wave。啊，因为你这个传输线呢 ，sigma 不高的话，那它电阻很大。那么串联的结果呢，你接的越多啊，那么这个传输线上面的这个电阻呢就越大啊。那因此啊，它的参数啊跟 R 有关呢，就会改变了啊。好，那么现在我们将 gamma 等于根号 R 加 J omega L 乘上 G 加 J omega C 这个式子中的电阻 R 不计啊，就是把这个 R 不算，当作零。那于是呢，我们就得 gamma 是等于这个值，那么就是 R 不计了。那我们把 J omega LC 提出来啊，里头呢就变成啊，就变成一啊，一就是 J omega。就是你把它提出来的时候啊，啊，它就会变成这个量 ，OK。好，那么我们再看，然后将这个量 ，gamma 的这个值啊，跟 TEM wave 在参数 mu epsilon sigma 的介值中啊，它的传播常数做一个比较，啊，做一个比较。那做比较的结果呢，从这个比较的结果我们就得到啊，那主要不同的就是根号 LC 跟根号 mu epsilon， 还有后面括弧里面有一个 G， 下面的括弧里面有一个 sigma 啊，一比较的话我们就得 G over C 要等于 sigma over epsilon。 啊，那么从这个式子呢，我们可以应用来做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传输线的 L 已知的话，我们可以计算它的 C， 啊，可以计算 C。那么反之，如果传输线的电容为已知的话，我们可以计算它的单位长度的电感，啊。好，那么现在我们要介绍二线传输线，就两条平行的圆柱状的导线所构成的传输线，它的半径呢都是 A， 你看这个也是 A， 这个也是 A 啊。好，那么我们现在看从这个轴到这个轴，它的距离呢是 d， 啊，距离是 d 远，啊，我们定义它是 d 远。两个导体间的电位
定位差 V12， 我讲义上有写啊，这个地方忘记把它移过来了。 V12 就是 V1 减 V2 就是 V12， 可以借由以下的影像法求得。影像法，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影像法哈。影像法就是说，如果我们看这边好了，如果这是一个圆柱体的截面，那么在距离它啊低远之处，从这里到这里低远之处，有一根线电荷，它的单位长度是 lambda 啊，于是呢它就会在这个空间呢、产生一定的电位啊。这个电位是多少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啊，我们就是用影像法啊。影像法就是说，哎，我们假设啊，在这个圆柱体里头也有一根直导线，上面有负 lambda 的单位长度电荷。好，那么这个正这个负，我们假设一个正一个负啊，它们之间的距离啊是小 d， 小 d。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 dI 啊 dI， 就说你这个影像法啊，我们是假就是说除了 lambda， 除了那个影像电荷是负 lambda 之外，这两个影像电荷之间的距离啊是 a 平方 over d 啊，满足这个条件，那么才会使得这个导体上的电位等于一个等电位啊，等电位 OK， 就是说你这里有一个线电荷，这里也有一个线电荷，如果你要让这个上面的电位啊是等电位的话，也由这两个电荷产生，那么它的条件就是这两个电荷，这个算是影像电荷，这个算真的电荷，那么影像电荷是真正电荷的负值，然后这个 D 呢要满足这个条件啊。我们在二年级的电磁学里面呢学过这个啊。好，那么这两个导体呢，就是说一个 lambda 一个负 lambda， 这个时候啊就产生一个电位差。那么这个电位差是怎么 V12 怎么产生呢？就是啊，我们把负 lambda 与它的影像电荷 lambda 在导体一上面产生 V1， 就是说这两个对这个导体来说，这个是电荷，这个是影像电荷啊，它会产生一个 V2 啊，对这个导体来说呢，这个是线电荷，这个是它的影像电荷，正好是它的负值 D 还是这个，那这个产生 V1， 于是这两个电位的差就是 V1 减 V2 就是 V one two， 啊，哎，好，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导体表面一个是电位是 V one， 一个电位是 V two， 那我们现在要计算啊，这个导体间的任何一个位置啊，任何我们就拿这个之间的 P 点这个位置来看，要求它的电场要怎么求呢？那个电场要怎么求呢啊，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假设啊，本来这个上面的电荷本来这里有电位了，这个其实不是真的电荷，是假设的一个电荷啊，真的电荷分布在这里，这个等量的负电荷分布在这里，因为它们两个导体之间这里比较接近啊，这边比较远啊，
因此它的电荷密度啊，靠相接近的两个相邻侧啊，会比较小，这个就比较大，所以这个上面的电荷分布啊，它不是圆柱状的对称，不是圆柱状的对称，你要求电场呢非常难求啊，所以我们就用影像法，把这个电荷呢，当作通通集中在这一条线，这个上面的电荷通通集中在这一条线，那现在就是两个线电荷啊 ，line charge。那么，因为它这个时候啊，没有这个说，这个线都是很小了，没有说右侧密度比较大，左侧密度比较小，没有这回事啊，没有这种问题了。于是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是线电荷，啊，这个也把它当作线电荷。于是呢，我们就可以算 P 点的电场，啊，由这个电荷，啊，在这一点啊，这个位置呢，我们用 R 来表示，啊 ，R， 哎 ，R 来表示。好，距离它 R 远的地方，这个地方的电场啊，我们就可以用圆柱电荷对称分布的圆柱电荷在这里产生的电场啊，这个值带进去，它就等于 2pi epsilon R 分之 lambda。 那右边这个呢，它就是等于啊，你这个刚刚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 closed path 啊，或者 closed surface 啊 ，closed surface 啊，它的半径是二派 r。那这个地方做一个同轴的啊高斯面啊，那么它的距离是 d 减 di 啊减 r， 因为这个是 d 嘛。D 呢减掉这个是 DI， 就从这里到啊到这里了，然后呢再减掉一个这个 D 啊 D 减掉就是这个啊，我们先减的这个啊，这个减掉这一段，再减掉这一段，就是啊就是等于这个。于是啊它从圆柱状对称的电荷分布，我们可以求得那一点的电位是一处，两个方向都是朝这个方向，因为正电荷产生的电场朝这一边，负电荷产生的电场也是朝这一边，于是啊这两个方向都一样啊哈、啊、好，那么总电场呢，就是这两个电场的向量和，总电场求出来了，那我们就用电位差等于 E dot DL from point 1 to point 2， point 1就是指这个地方啊， point 2就是指这个表面， OK， 我没有画出来啊，这个表面到这个表面，因为这是个等位体嘛。啊，积分的结果啊，就是把这个常数可以提出来了啊 ，DL 啊 ，DL 就是 DR 啊，那么就是这个分数乘 DR 积分，那积出来的结果呢，这个常数在这里，这个就是等于 natural logarithm R， 那 R。上限是 D 减 A， 下限是 A 减 DI 啊，那这个呢是等于 log， 这个 log natural logarithm 这个把上限这个带进来啊，上限这个带进来就是 R 用上限 D 减啊 D 减 A 了啊，它负号就变成这个，然后下限带进来就变成这个值，于是你把这个 D 消掉，哎，这个 DI 消掉，
哎，那它就变成这个。你看这两个啊，正好是啊，这个是这个分数是这个分数的负值，那于是呢，我们就可以写成啊 log 这个值的平方，那二拿到前面去跟这个消掉，就变成 log 这个东西。好，那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就有影像电荷的这个影像电荷，它的条件 ，dI 是等于 a 平方 over d。那把这个值带进来，啊，带进来，那 v 1 2就等于 lambda over pi 乘 epsilon zero natural logarithm d， 啊，啊，那么 natural logarithm d， 然后呢，我们把 dI 用这个带，带了以后你通分了哈。就这个值就变成这样子，啊，那这 d 减 a 跟 d 减 a 约掉，就变成这个数字，啊 ，vab 是这个。好，那么于是啊 ，vab v 1 2求出来了，单位长度的电容呢，就是等于 lambda over vab，c 是等于 q over v 呢。那单位长度就是 q 就变成 lambda 啊，那它就变成啊，就变成这个值啊，这个带进去就变成这个值。那么还有我们这个地方的 d 啊，是后来我们假设的，最初它是给我们这个 d 哦，啊，给我们这个 d 哦，然后这个 di 是条件也是。啊，就是这个条件啊 ，d 减 di， 啊，这个 d 呢，我们要求出来到底等于什么东西啊？那么我们把这个，从这个等式 ，d 等于这个，我们可以解出 d 是等于二分之一大 d 加根号 d 平方减四 a 平方，啊，然后把这个 d 呢。啊，带到这个里头来 ，OK， 这个 CL 就变成这样的东西啊。好，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啊，因为这样子的写法很难记，好多项，那我们就用这个等式啊 ，log x 加根号 x 平方减一等于。hyperbolic cosine x 啊，那就把这个是这个当作 x 了，这个 x 平方了啊，那就变成啊，那就变成这个值啊，这比较好记了啊，比较好记。哎，如果就是 d 远大于 a， 我这个它这个电脑显示不出来啊 ，d 远大于 a， 就是说两条线的距离。远大于每一条线的半径的话，那么这个远大于它的话啊，远大于它，那我们从这里来看，这个远大于它，那这一就可以不算了，对不对？一不算的话，开出来就是它两倍的这个，那二跟二约的，就是二，就是 log 啊 ，a。分之 d 哈 ，a 分之 d，OK、okay。那这个时候啊，哎 ，d 这个时候啊，这个 d 啊，啊，这个时候就跟这个小 d 差不多了啊。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啊，当这个比这个半径呢、啊，比这个半径都大很多很多的时候啊，那么这两条。都差不多大了哈，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就求出单位长度的电容是等于这个值啊，我这里这个是大 D， 应该是大 D 啊，大 D， 你把这个改成大 D 好了啊，因为你看看
这个比这个大嘛，对不对？大很多嘛，开出来是二 a 分之大 d 嘛，对不对？啊，二两倍的跟这个越大，应该是大 d 啊，啊，应该大 d。好，那么将这个东西带到我们上面得到的这个，我们就得到单位长度的电感是等于这个东西。如果 d 平方这个值啊远大于 a， 也是远大于 a 的话啊，那么 l 呢，你看这个远大于 a 啊，这个远大于 a， 那么还是跟刚刚那个算的结果一样啊，啊 l 就是远大于 a 嘛，哈，从这里算嘛，它就是变成啊，变成这个 cosine 就变成 a 分之 d 嘛，这个地方呢啊就是 log 啊，那么 natural logarithm 这个就是这开出来是 d over 2a 平方啊，二 a 嘛，两倍的时候，所以就是 log d over 大 a 啊 d over 大 a。将这个值 CL 单位长度的电容带到 phase velocity 等于 omega over beta， 这个是等于根号 LC 分之一等于这个啊，那我们就得 G 等于 C sigma over epsilon 啊，那么是等于啊，就说你把这个 CL 就带到 V 是等于这个东西啊，啊，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单位长度的电导是等于这个值啊，等于这个值 ，OK， 那就是说你把这个带到这个里头来嘛，啊，那可以画成这样子。还有这个大于一的话呢 ，G 就马马虎虎的等于这个值，就是你把这个啊，你把这个结果哈，这个结果带到 L 里面去啊，然后你把这个结果呢带到 G 里面去，那这个就变成 log d over a 呀。那么这个就是啊，我们导出来二线传输线它的一些参数啊 ，L、G 啊等等啊。好，那么单位长度电阻 R 可由以下的方法来算出来啊，那就是 P sigma 啊，这大写的。等于 W 小 P sigma 等于二派 I 平方 RS over W， 这个就是金属板表层的宽度，每单位长度耗损的欧姆功率，假设是均匀分布于两个传输线极薄的表层，这里应该是 P 小 P sigma为每单位长度耗损之欧姆功率啊，漏掉一个字，哎，好，我们现在假设均匀分布于两个传输线极薄表层的电流密度大小是这个，就说这个电流不是整个的分布在导线上的啊，它是分布在表面，每条导线上的电流呢就等于二派 a。这是宽度了，宽度乘密度就等于电流了，所以这个大写的啊，这个就等于二派 a， 因为这个 w 就是二派 a 啊，啊乘上 p sigma， 那等于二派 r 平方啊，那么 rs over 2派 a 啊，那么每单位长度的串联电阻，因为它这个刚刚我们算只是一条导线的，啊，电阻要两条一起算，它有去又有回路哈，
所以是两倍的这个，于是就变成这样子啊。所以它的电阻系数啊，单位长度的电阻是等于这个，我们在表上面都有写出来。好，然后我们再看，因为啊，它的 impedance 啊是等于 RS 加上 JXS 啊，那么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两导体，两导体的话应该是这两个相等了哈，这两个好，于是就变成这样子的。好，那么刚刚那个是两线的，现在看同轴传输线，中间是圆柱导体，半径是 A， 外面空心的圆柱壳的半径是 B， 这两个构成一个同轴电缆，它单位长度的质感系数是这个同轴圆柱壳哈，我们算过啊，就是在普通物理就算过。好，单位长度的电容我们用这个式子啊 ，LC 等于 mu epsilon， 那把 L 带进来就是这个。单位长度的电导我们用啊，用这个式子就可以得这样子啊，所以上市的 sigma 为耗损介电值的等效传导系数，也可以将这个啊换成 omega epsilon double prime， 所以这个 sigma 啊它其实是这一部分啊，是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在导体里面有啊导体介质有讲过啊。好，现在我们来看啊同轴电缆它单位长度的电阻值我们怎么算呢？啊，内外导体的电流通通是 I， 一个流比如说流进去一个流出来，表面电流密度就不一样，因为它的半表面大小不一样啊，所以 I 呢在内部是等于这个，外部是这个，这个 lambda I 跟 lambda O 不一样。好， sigma P sigma I 就是内部的啊，它就等于它的宽度二派 R 乘上这个啊，那么是等于啊，我们可以导出来呢就是这个东西，哎，啊，那这个，啊，那么是等于二派 sigma outside 哈，啊，应该是 B 吧，这里是 B 才对，因为它周围的宽度就等于它的周围的长度嘛，啊，所以单位长度二导体之总耗损功率就是这两项加起来，这两项就是这两个加起来啊，那就变成这样子，那于是我们就可以算出这个 R 啊 R 就等于啊，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算出这个这个 R 等于二派分之一，因为这个就是 R 了，你看你这个啊这个合起来是等于这个 sigma 等于这个等于 RS 这个东西啊，二派 RS 啊，这两个它漏掉了这二分之一 I 平方啊，应该有一个 R 在这里，不，这个就算是 R 了，这个就是 R 啊，这个就是 R， 这个就等于二分之一 I 平方 R， 这就等于一个 R， 对不对？所以你把它讲义上这个把它杠掉，它这个杠掉它就等于这个就好了。好，现在我们再看传输线的衰减常数啊，有时候会一个传输线电波它总是会衰减嘛，总是会衰减，那么它的衰减常数呢我们怎么算呢？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直接由传输线的参数来计算，阿尔法
等于 real gamma 等于 gamma 的实数部分，就这个就是 gamma 嘛，啊，你这个都知道的话呢，啊，你把它化成一个数字啊，然后实数部分呢就是 alpha， 好，另外一个就是由功率来求衰减常数，啊，我们将电磁波当电压波跟电流波啊带入原线传播的平均功率，平均功率是这个 V 啊，二分之一 real V 乘上 complex conjugate， 好，那就等于二分之一啊，你把这个乘起来嘛，乘起来 V 零平方 ，Z 零只有一个，然后这个呢，复数，这个是负的，因为它 complex conjugate， 这个就变成正的，这个负的消掉了，所以就是两倍的。Alpha Z， 你看这都是实数啊，这个都是实数啊，那这个取 real， 这个取 real 呢，我们就把它这个乘上它的 complex conjugate， 啊，那就乘上这个，那它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 real 现在也可以提出来了，提到这里来，那这个呢就变成 R 零减 X 零，本来没有 star 的时候。这里是加 x 减 x 零，现在变成减 x 零。好，取 real 就是取 r 零，取 r 零 ，OK， 就是取这个，最后值就是变成这个。好，由能量守恒原理得知，原线的单位长度的啊平均耗损的功率啊，就是随距离递减率啊好。就是功率的递减率等于单位长度耗损功率的平均值，这个随着距离衰减，它会随着距离衰减，随着距离衰减，那就是说这一项你看它有一个增量 dz 的时候，它的衰减就是负 dp 啊，那等于什么呢？单位长度耗损功率的平均值，每一段都加起来嘛，啊，但是它，我们就用它的平均值，啊，平均值 ，OK， 好，等于这个啊，这个就是它的平均值啊，单位长度，这里加个 L 就是代表它单位长度耗损功率的平均值，啊，平均值，那么你现在把这个。我们要求的就是这个，求等等我们啊，等等我们看这个，这个等于这个，然后这个你把这个值是这个，对 z 做一个偏微分，对 z 做一个偏微分，对 z 做偏微分，它就什么？有个负二阿尔法，对不对？负负得正，正二阿尔法，然后其他的 exponential 还在啊，所以又可以化回这个东西，所以它是二阿尔法。PZ 啊，这个就变成啊 ，alpha 等于啊 PLZ over PZ 啊 ，OK， 好，啊，这个就是随线距离啊，它的递减率，这是递减率啊。那么这个呢，这个应该是 PL 啊，这个是 PL。你把这个地方改一下，这是 PL， 它是单位长度耗损功率的平均值 PLZ。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个例题哈，看例题，我们现在用前面求出来的这个啊，求耗损传输线的衰减常数啊，要用它的散布参数 RLGC 啊来表示 ，OK， 这个就漏了一个表示，啊 ，C 后面加一个表示，然后 Part B 将 A 的结果用来寻求低耗损传输线的衰减常数，
好，首先我们看耗损传输线单位长度的平均功率，耗损了哈，它是等于二分之一 I 平方 R 啊，这个是线本身串联的，这个是漏电的，漏电的是二分之一 V 平方 over R， 它的 R 是导数是 G 啊 G， OK， 我们前面没有定义它，但是我们知道它就是耗损的耗损啊，所以它这个线这样子过来是回来，这是串联啊，那这个呢是从这条线到这条线它的漏电的功率啊。好，这个把它加起来的结果呢啊，我们可以写成啊这个样子啊，写成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我们算是得出来了，对不对？得出来。好，现在就是这个你们去导一下看看啊，就是这个跟这个有关系了啊， I 跟 VG 有关系了啊。我们用复数，复数的话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当作复数乘上它的 complex conjugate， 这个复数乘上它的complex conjugate， 然后 I 跟 V 有关系啊，可以得这个。好，这个求出来了，我们就把这个值上面得到的啊，以及这个值啊，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啊，带到这个式子啊，带到这个式子。所以我这个地方没有写 equation 多少，讲义上面应该有写啊，equation 多少有写哈，我这里没有写，所以呢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值啊，就得到阿尔法衰减常数。好，如果是低耗损传输线呢，我们就将 Z0 近乎这个我们上次求过啊，等于这个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啊，阿尔法就等于啊，我们把啊 2R 啊，这个 Z0 就是 R 啊， Z0 就等于 R0 了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 R0 出进去啊，变成这样子啊，那么我们就可以把 R0 等于根号 L over C 带进去，变成这个值，于是整理一下呢就变成这样子阿尔法啊，低耗损传输线的阿尔法知道了。如果是无失真传输线的话，那么我们就把无失真传输线的这个条件，这个条件就相当于这个条件啊，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啊，一加一等于二约掉就变成这样子啊。好，那么这一节我们主要要谈的啊，我们注意一下，就一般传输线呢我们可以得到啊这两个方程，微分方程，注意这个 I 前面是这个， V 前面是这个东西，然后在无限长的传输线啊，你记得它有两个这个方程式，然后伽马是等于这个，然后我们可以导出来 V 就是 V0 plus exponential gamma z 没有负的这个， I 也是等于这个啊，然后这两个的比值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两个比值是等于Z0， 也就是这个加这个啊，特性阻抗呢 Z0 它的定义是等于 R 加 J Omega L Gamma， 或者是等于 Gamma over G 加 J Omega C 啊，那么我们把 Gamma 带进来的话呢可以等于这样的一个值啊，把这个 Gamma 带进来，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Gamma跟 Z0 都是传输线的特性参数
仅仅跟 RLGC 有关系，跟 RLGC 啊，就是 RLGC， 还有跟这个 Omega 有关，它跟这个线长没有关系。只要你这个传输线材料是决定了，是均匀的材料，你用的 frequency 都是同一个 frequency 的话，那么它的特性阻抗跟它的传播常数啊都一样。嘿，好，传输线的波方程，其实这个形态啊，跟在耗损介质中的均匀平面波的形态极为类似啊，都是这种形态。嘿，啊，电磁波只不过这里是用电场，这个是用 H 场而已。那么这是几种我们常用的哈，你把这个稍微记一下就好了。OK， 啊，这个我们都讨论过，对不对？在这里我们就不讨论过。还有参数，记一下啊，参数阿尔法，一个用这个方法的解决，一个就是用这个解决。这个的话呢，啊，你就记得啊，这个 P 是等于这个 PL， 就是它的每单位长度啊平均的功率衰减率啊，功率的衰减数。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就是由这两个啊得到这个东西啊，你已经知道这个了，你把它带进来就好了。 OK， 啊，就是 PL 为单位长度耗损功率的平均值啊，耗损功率的平均值，因为它跟时间有关的 啊，所以要求它的